真的很好听，很好听，你要加油哈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好唱歌，到时候我们要在电视上看到你，好不好？在上海的电视上看到你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很棒，你很漂亮，你知道不？不要哭哈，乖，快去，唱歌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自己真係忍唔住嚟喊，咁即係之前就會諗到，如果瞓喺裏面嗰個係我嘅話，咁我媽會唔會都係咁傷心？所以就會係咯，珍惜屋企人溝通。家訪係唔需要有排演同埋演習嘅，只要你出自你嘅真誠嘅關心同埋真情，其實你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溝通者。你都少，我差你差唔多。我家訪之前咧，真係覺得佢哋會唔接受我哋咯，因為我哋習慣咗城市入邊咧嗰種防備人哋嗰種心咧，就覺得佢哋會唔接受我哋。但係當你去到嘅時候，真係會覺得佢哋係完全係好接納我哋咯，係。即係我覺得應該要諗下，我哋城市人係唔應該咁表面啦，係啦，要多謝大家。實在幫我完成咗呢個願望。我經常帶手巾，除咗係抹汗咧，都係我拍翻嚟。我哋希望大家唔好睇小自己，但係都唔好睇小其他人。但是就一定要記住，人是很渺小，其實你們都很厲害。那就是你那個微笑，你跟那個微笑也就是開心，也就是福了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一滴小水滴，這個社區就是一個平靜的湖面，一滴小水滴掉下去，雖然不會起那種波濤汹涌的一種感覺，但是總會看到一圈一圈的人在湖面上荡漾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自爱。看成败，人生豪迈，如果是从头。